谢哥哥姐姐，感谢你们的鲜花礼物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的礼物。觉得好看的哥哥姐姐免费的赞赞关注点点。我的手怎么操作的？想不想跟我一起练？大家想跟我一起练，等一会儿我们就来，一会儿就跟我一起练啊！这样看哈，你们要跟我一起练，等一会儿就来跟我一起练。感觉很累哈，就是体力活，体力活可想而知，就是会出汗。谢谢各位哥哥姐姐的礼物。谢华建哥，感谢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十分想念，欢迎你来到直播间。人气在下滑，他不滑那就不正常了，滑吧。有没有想要跟我练的？想跟我练的，等一会儿我教大家玩。说个嘉年华，哎呀，不要跟我说这话，跟我说这话，就像跟我画饼一样的。哎，哥哥姐姐们想跟我练的啊，你们有谁想跟我练？我教你们玩，想跟我练吗？想练的，有没有零基础的？有没有我们零基础的哥哥姐姐？打个一，
看看有多少。不会你们都已经练会了吧？谢谢田哥。现在我就来，我想卖房给你算礼物。那你还是好好的，好好的啊，好好的，不要想着卖房子的事儿，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呢？谢谢哥哥姐姐。我们零基础的哥哥姐姐多的话，现在我们就来。如果你们这样想的话，我宁可不要。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，希望你们都天天开心、健康、快乐。我们现在来慢动作，从最简单的动作，我们一步一步的练，好不好？谢涛哥，慢动作啊，我们慢动作，现在来。我把我手上的棍子给大家上到小黄车里面，然后咱们就来，好不好？没有棍子的就选择棍子回家练，有棍子的就跟我练啊。没有棍子的，我们点开小黄车里面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现在我们来从慢动作开始，这一个是新手练的练习棍啊，我手上同款新手练的练习棍，打到自己不受伤的橡胶海绵金箍棒，外面橡胶海绵，里面是钓鱼竿纤维管，展示一下它的韧性。你看，嘿，嘿哈，嘿哈，弹性很好的哈，韧性也很好。我是自学的，自己学的，你们也可以的。我当时一个月时间，我自己瞎玩了一个月，在直播间玩会了。现在我带着大家耍，你们不用一个月，半个月就可以练起来，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我手上的金箍棒在小黄车里面啊，在小黄车里面，我要。